就现在剩下这个量，和米能装两盘了。随便的，真假立现，湖北宜昌藏在巷子里边的小馆，天上飞仨人，241，看这楼梯，想吃真得飞上去。鸡肉锅100块钱一锅，入口咸香，回口的微辣，有淡淡的花椒的味儿，鸡肉炖的软软烂烂的，这个皮啊吃的胶原蛋白特别的多，所以这肯定是柴鸡，不是咱们市场买那个几块钱一斤那个肉鸡啊。你们听着，100块钱一锅挺贵的啊，但是他选了一个柴鸡，这一锅就土豆神仙汤20。土豆片搁里边煮烂了，里边搁两根肉丝，出锅打了一把韭菜，味道就是盐味精调的一个味儿，神仙不神仙的单说啊，我觉得这味儿还是可以的。糖醋排骨50块，它这是一个熟排骨，排骨不是今天新煮的，有点冰箱的味儿，酸甜味没有那么重，酱油的苦味还是有的。第二，汁儿不太好吃，酱油放太多了，你看这汤多黑的，糖醋比例掌握的不对，它现在就是一个甜咸，醋味特别的少，这菜不好吃。瘦肉鸡蛋圆子25，猪肉丸子一炸，然后搁点豆瓣酱，配点黄瓜，搁点青蒜一炒，咸鲜的一个味道，这个味儿太家常了，太家常了，吃的不咸不淡，原料也新鲜，但是谈不上多好吃啊，25块钱就还行，就是个家常菜。糖醋麻辣带鱼30块，30块钱我操，给这么大一盘带鱼，这不贵啊。一个麻辣酸甜的一个口味，带鱼入口靠边缘的地方，这油炸过的那种酥脆的感觉，炸过之后它也吸味，糖味、醋味、麻味、辣味，菜里边都有。带鱼肉的颜色比较浅，越白的越好，吃的有嚼头，有些韧性。3块钱一盘，非常值得了啊，这个真不错啊。我们做个总结，今儿我们仨人吃了241，我发现藏在居民楼里的小馆子呀，这菜做的都不错，尤其是这个带鱼啊，30块钱，我们已经很努力吃了，还剩大半盘了，就现在剩下这个量，搁米能装两盘了。